所以真心妄心，你要不把它搞清楚，怎么个修法啊？生活用妄心，工作用妄心，待人接物通通都用妄心，结果呢，念经讲学教学还是妄心，原地踏步没动啊。还是搞六道轮回啊，没有办法处理啊。啊，所以真妄首先搞清楚。啊，然后我们就懂得真正修行纲领是什么。啊，张家大师我告诉我的修学纲领就是四个字，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又倒过头来帮助你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互相帮助。啊，越看得透越放得多。啊，学经教不能放下，不能把所学的变成生活，变成工作啊，变成处世待人接物，那是世间学问，对你修行的功夫一丝毫的帮助都没有，学了要管用啊。大乘教里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观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，佛说的很清楚，这个三条三世诸佛净业真因，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这一些声闻缘觉菩萨修行都不离这个纲领啊，最高指导原则啊。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，我是选了五科，这五科就是戒律，我们必须遵守的。第一个就三福啊，三福不但净土宗，任何宗派都要修。头一个孝养父母，第二个奉事师长。孝养父母孝啊，奉事师长是敬啊，孝亲敬师啊，这是大根大本，事出事法都离不开他。那你不孝不敬，那怎么行？那么我就知道孝敬是真心，妄心里头没有孝敬，孝敬在真心。那我们的摄影棚，我们的讲堂都供奉老师的遗像，为什么？提倡孝亲，孝亲尊师啊，让大家来看看我们还没有忘掉啊。啊，我两次访问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小乘佛教每一个教室里面有佛龛啊，像我现在供的这个佛龛，斯里兰卡就是全国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啊，教室里就有一个角落供佛龛，供佛，没有供父母，没有供老师啊，应当把父母老师也供上去。
啊，那凡是到那个地方观光旅游的，一定去看寺庙，看到每一个讲堂都有，就会感动人。啊，一两个讲堂不行，每一个讲堂都有。啊，大家就知道你对这桩事情这么重视。啊，根啊，根没有了还搞什么？啊，接着第三句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第一条啊，啊，真正的福报是什么？叫三福啊，三种福。这个福是事出世间真实的福报，从这么修的。孝亲尊师是大福报啊，啊，对一切众生不能杀害。啊，不能伤害他，修十善业。啊，十善业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。啊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说得很好听，目的是骗他。啊，不倭寇，倭寇说话难听，啊，让人听得起生烦恼。和言爱语啊，啊，这是身口，啊，意起心动念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心，不愚痴，贪嗔痴，不贪不嗔不痴。一共十条，很简单呐、啊。这是佛门的根本戒。啊，那么戒律很多，甚至成立一个宗派，也无非是把十善业扩大了，细说而已啊。这十善是纲领，啊，在小乘细说三千位仪，三千条。展开，大乘呢展开八万四千，这不是总纲领吗？啊，我们不专学这一种，好像大学里这个学习啊，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法门里头，必须要学习的。就抓住纲领就行了，这是根本的根本啊！没有这个根，上面全是假的。像盖房子，这是地基基础，100层的高楼，基础也不坚固，盖不上去会倒下来的。那第二幅是从第一幅上去啊，这是最底下一层，这第二层。第二层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个具足众戒是指的三规五戒啊，在沙弥律仪。在家出家都可以学啊，它有十条戒，有24门威仪啊，威仪是规矩，我们中国人讲规矩啊，要守规矩啊，这些规矩好的让别人跟你接触生欢喜心，对你赞叹，这就是小乘戒啊。第三条是大乘，大乘有四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，这跟我们净土宗完全相应啊。底下这两句
送大乘劝进行者。啊，大乘经很多，你只选择一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修定，用这种方法修定。为什么要修定？自心本定。啊，就是真心是不动的，从来没有动摇过的，真心是本定，所以只要是定，跟真心就相应。啊，妄心不定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个念我们叫念头，念头是妄心，那不是真心，因为念头是动的，不是静的。啊，刹那生灭。真心是不生不灭。劝进行者这一句是我们自己学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要帮助别人，要劝勉别人。啊，劝勉别人是无条件的。啊，只要他肯学，他欢喜学，就要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让佛法有传人，啊，世世代代传下去。佛法要靠这些人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劝进行者，劝进行者就是修行人，无论在家出家。啊，这种人不能舍弃人。啊，要全心全力照顾他，成就他。啊，这是敬业三福，你看总共是一句，十句对自己的，最后一句是教别人，自己成就了要教别人。